屋裏嘅就靚嘅。哦，好嚟咯，真係我見到錯。我是當地的駐守，餐牌是雙城車店，我拿個雙城給你。是啊，你拿個雙城給他。咁呢個任務的獎勵遲啲會發到你郵箱。即是一陣間他餐飯會發送去個郵箱。唔係唔係。喂，影我，快啊！影得到。死啦，我知道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EG大國際》。喂，好望埋咁嘅嘢啊！依家試新工啊，你都知道依家 YouTube 唔好做啊。呢個是咩嚟㗎？呢個係你今天的制服，唔啱樣點算啊？我唯一對似皮鞋的鞋是咁樣樣，黑色就似啊！我好震，我震膽，我隻手掉下面。可唔可以講下依家係咩情況啊？大鑊啊！頭呢個係最後啲啊！唔係，佢要留翻一下，佢拎佢退㗎，你幫下佢啦。店長，店長，其實我一陣間要做啲咩嘅？你唔睇我 pose 咩？我去看看先。EG 王子，你唔好。EG 王子。EG 王子。哎，哇，佢好红晒嗰方面。你读呢度噶？我系今日嘅驻守指导。你系今日嘅王子。今日嘅王子。呢度写，我系今日驻守嘅王子。请问冒险者想改咩称呼？即如果佢同你讲，我未谂好叫咩名，你帮佢改嘅。我改咩好恶毒喎？可唔可以简介下呢个用词啊？唔系当地嘅驻守，餐牌系双城车店，我拎个双城俾你。系啊，你拎个双城俾佢咯。你同佢讲，你带多咗个人上嚟，咁你又完成咗个任务啦。咁呢个任务嘅奖励迟啲会发到你邮箱。即一阵间佢餐饭会发送去个邮箱。唔系，咁如果系嗌个餐咧？嗌個餐咪充值一個餐咯，即係我就呢個商城俾佢充值一個餐，係啊，俾佢揀你去充值邊個餐。哇！呢啲嘢應該喺我入職前一個禮拜先俾我。化完妝啊！我依家要做啲咩咧？你可以入廚房洗一洗，尋日剩翻我啲碗先咯。王子嚟喎，呢啲洗得好乾淨啊，但係已經。我講笑啫，你哋今日咧就係負責喺呢個四支爭奪戰裏面咧當大仔嘅角色。有人炮灰嘅角色。咁你哋就可以揾你哋嘅支持者啦，就去幫你買領土或者幫你打啲地翻嚟嘅，攻擊其他王子。原來王子嘅世界係咁複雜㗎。係啊，代入咗自己係嗰個角色，咁就可以㗎啦。我已經係啦，其實我一起身就已經係王子嚟㗎。你喺門口問咗佢先，你喺門口問咗佢先，就會變成咗係一張相，全部都係一個表演。今日啲係都係揾你搭，主力都係揾，功力幾大？收到，好嘛？你講啦。好用唔用？呢個。好。嗱，呢個幫你打起一流。封信你問啦，翻屋企睇。不如等下我哋今日其實嘅獎勵活動先啦。黃色嗰個靚唔靚？今次嗰個靚。咁你知唔知前面呢個邊個 ？EG 咯 ，EG 大個仔嗰個 EG 啊嘛，真髮啊嘛。係啊，唔可以講。我知啊，限定啊嘛。我咪其實本人嗱，我係咁樣咧，跟住我就會咁樣咧，好似咧推開。佢幾靚仔。太厲害了，更加深入理解佢個行業嘅百般滋味在心。睇下先啱啱開始，喂，想認靚名，靚名好靚仔。阿樂係靚靚啊，平時都有玩 cosplay 嘅。今日算唔算忙啊？還好啦，應付到嘅都。你覺得 EG 喺度做有冇前途咧？都有，我覺得都幾靚仔嘅，可以。成功啦！呢度八成人嘅都。大概聽得出個隱喻咧。下次見啦，拜拜，下次見啦。仲有八點有 booking 個。咳啊！手都震曬，手震，冇手震。哦，都第一次衝嘢又，幾靚？呢杯嘢係
白事啊！冇奶喺入邊啊，放心。非常點睇啊 ？Yeah。你好虛啊！好嘢味，我覺得幾好飲，因為佢唔係好甜，因為我唔係好中意飲好甜嘅嘢。咁你覺得 EGL 仲有冇前途啊？歡迎進入 Fantasia 大陸星辰舞會啊！我係今日嘅王子二。誒，呢次係咪第一次嚟啊？係啊，點稱呼啊？你哋兩個都係暴練豬啊！暴練豬豬，你中意做啲咩？呢度有個表演員，表演啲咩㗎？即係佢可以表演唱歌、跳舞或者 whatever。係咁咩？跳舞啊嘛，唔係，你要跟住我去做㗎。海獅姑娘咧，海獅姑娘咧，海獅姑娘咧，喵喵，哇哇哇哇，魔耶 Q Q， 雖然魔法呢杯飲就變得好好飲㗎啦。哇，好飲！哇，但我個 cam 炒咗，可唔可以再講一次？呢個就係平民的美食啦，佢自己寫喎。有兩杯飲咪要試兩次咯。係啊。好嚟咯，我係雪娜咧。你哋支持嘅王子係呢支王子 ，OK。哇哇哇！呢支王子就直接摘出六點成功佔領一塊領地。地主啊！多謝。小心小心小心。喂，恭喜呢支王子成功佔領啊嘛！多謝，領導，多謝，歡迎登入。再一次。哇，你哋係咪第一次嚟㗎？係啊，辛苦你啦。我叫迪迪。嗯。子。大話，迪迪同埋咁啱嘅點啊？你要介紹。第一次，我冇講大話。真係好，好感人。你等我望你。啊，呢支啊。係啊，成杯。呢支啊。我試完呢個魔法之後咧，呢杯嘢就會變得好好飲嘅啦。真係㗎？係啊，跟住我一齊做咯喎。好咯喎，要我哋一齊試先有用嘅喎。係。係。係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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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睇你試魔法啫喎！啊，同我一人買一個土地唔該，轉行噶啦我，一日就轉行啦，講下啫。我冇諗過你連 Wick 都帶埋，我都唔知道原來得我一個帶。你覺得 EG 個 look 如何？佢太大隻咧，影響啲筋子。可唔可以手把手教啊？哦，可以噶，有咩問題啊？我學咗一杯啊，啱啱。點解？你今日幾點嚟先？一杯。You cannot do this. 啊，係啊，係，我失禮，唔好意思。暫時你覺得佢表現如何？佢都幾有 potential 嘅，今日都 cos 得幾好睇嘅，係唔知點解個對住女仔極度怕醜。不過整體 overall 嚟講都 OK 嘅，中意飲兩樽。其實呢度都幾慘嘅，有時候要serve 啲白卡客。揾嘢啊！唔好話想住衝嗰杯特調先，收手。衝完特調，跟住開表演。放心，你唔可以擺啲私人飲茶。多謝多謝多謝，多謝三位。金陽王子領地被佔領一塊。我咁靚仔，點解要攞佢翻地？好咩充嘢飲啊？充嘢飲，充嘢飲。你喺度妒忌人哋啊！我充俾你睇啊！唔係，我充俾你啊！我為你飲啊！原來個錢係啊，唔係啊，嗰個涼杯係咩啊？你想要咩味啊？你士多啤梨。好啊，我都中意啊。一格半咯。格半啊！因為我之後要喺側邊再畫呢邊嘅圖。哦，好啊。咩嘢啊？點解變咗你嘅？我對唔住。你想整幾多層三層啊！三層啊！你喺度。好大膽啊！你覺得如果 EG 真係入職嘅話，佢俾人屌嘅次數多唔多咧？我喺好做咯。正常。手。佢都係拍翻 YouTube。好似。
咁依支嘢冲俾你哋。我戒糖。真的要做其實可以唔食嘅，你腰骨有冇買保險？冇，你有冇買保險？唔係，你諗住跳啊？唔係諗住跳咩？攬上嚟，攬上嚟，攬上嚟，攬嚟喎！哇！喂，影落去快啦！死啦！我知啦！哇！一打翻，走十分鐘。幫你啊，都幫你，你爭你點抱到啊？嚇！我係男人嚟㗎，你揀完，係喎，係喎，乜嘢啊？我男人啊！但係你今日嘅工作就係服侍你嘅追求，冇問題㗎。你都第一個 can 咁樣會揾真，即係一開始點樣我咁輕，唔係啊，因為我右邊屎忽已經用咗兩個攞，得啦，呢隻上去咯，我呢隻上去。哇，原來真係好靚嘅。好嚟咯，嚟啊！四三，好情。我淨係得幫兒可以控制到表情。我正式是王子，其實我還有副業是 YouTuber， 大家可以去訂閱。咁就我其實第一次唱歌，唔係我第一次帶住阿伯唱歌。為我日光迎來落地，講起你，想散步了，我又會牽起你。你曾來過，不唱眾離別多。好好掛住你路過一串笑聲。多謝你。仲有冇人要表演呀？唔係，我唔係話如果冇話繼續。我係話仲有冇人要表演啫？唔介意。咁啊。咁EG 王子嚟講嘅感想都冇聲嘅，朋友俾面啫，多謝多謝，即係呢個就係要太謙虛嘅，係啊，哦，咁佢哋今晚就死㗎啦。好，以你入行的經驗嚟睇，你覺得 EG 今天表現怎樣？好好，非常之好。有冇見過 EG 呢個年紀的人走過嚟做指導者呢？香港嚟講少嘅。對於今日 EG 竟然贏了，有啲咩感想啊？哇，實至名歸啊！真係覺得唔意外，真係太犀利啦！個 V 收真係唔得啊！佢太好人，呢個訪問做唔到落去。即係大家等我哋咧，EG感還香喎。辛苦你啦，今日本身呢度嘅你嘅，咁而家嚟咗度先，咁啊花八個鐘頭嚟先。Thank you. OK. Thank you. 多謝，辛苦曬啦。我考慮下轉入呢一行先，你覺得有冇得做啊？你留言話俾我聽，你用呢個柄啊嘛。U 放者圓滿結束是很需要體力的，所以原來都很多人要背入面的 terms 呢， manual 是雙成，即總之入面所有東西都有兩個 terms 去代替。 serve 人的方面其實你需要高轉數，剛才你看到入面有黃牌一個人同事要 serve 四五六個客呢，即係轉數慢啲都唔得啦。睇下下一次 U 放者有冇邊間鋪頭想揾我過嚟做一日嘅員工啦，我就會即刻撲到過嚟噶啦。大家想睇我做乜，咁我都可以去聯絡下嗰邊嘅店鋪。多謝今日上咗嚟揾我嘅朋友同埋觀眾啦。雖然 YouTube 放棄咗我，但係你又冇放棄我，冇放棄我嘅仲有我嘅會員。好多謝我的會員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加入會員，喜歡看這集的話就記得訂閱我，是每個星期都會有一條片和一個 podcast， 我們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有沒有人想學剪片？剛才想開始拍 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，見過外面很多學校或者正規課程其實都沒有專門教一些剪 YouTube 片的技巧和心得，所以我今次就決定不是教吉他，就將我這八年裡面的剪片經驗全部 group 埋做一個速成班，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，手把手教學，
堂入面一定學識，除非你太蠢嘅啫。但係睇開我，你都應該知道唔會有可能蠢得過 EJ 大個仔㗎啦嚇。報讀呢個班咧，你仲可以得到一堆我咁多年以嚟儲埋嘅超方便剪片素材啦。另外，其實我自己都好多 YouTuber 朋友咧係好想請剪片嘅，呢個都係我自己開呢一個班嘅另一個原因啦，就係我真係剪唔切啦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喺呢條片留下嘅 description box 嗰度撳 link 報名。多謝，拜拜。